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科比传教士，一样是用 N1 下去做公益车，轮胎看起来还蛮新的嘞，20的嘞。我跑了真空管了、啊，对啊，真空灯啊。哎，是咪我咧插头的吧？我咧插头。有，这个压力感知器，压力感知器也插头灯器。发电机新的呢，冷气管也新的呢，皮带也都可以，还原厂的皮带呢。这个方向机油管是湿的而已啊，那开起来是不会有问题啊。我觉得马达新的呢，这台不错哦。防尘套改破还用破料啊，这个 QD 悬吊基本上是不太坏，还好没有什么大问题啊。维修的项目目前看得到的话，就是发动机的换电套、真空管跟引擎脚三个弄一下，这几杯瓦流啊，赞！一台好的先抓，要交给你们手。喜欢的话，赶快记得我们上映的时候就记得要去下标啊！我再重申一次，我们是没有内定的啊。假设我们内定，我们还是要捐出来啊。拜拜。力巨人、あなたの車を守る。パフ D の最もプロフェッショナルなスプレー缶製品。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ています。我踩得到耶！我没有很矮耶。没有啦，很开心啦。耶、yeah, ，好，刚车主已经走了，已经签好约了。我们本来讲定是三个礼拜交车，我差一点是三天就交车了。他说刚好要用到车了，看可以的话，下个礼拜赶快可以交。我觉得应该可以吧，处理一下应该就可以来得及交车了。就是一个怕逃的那个真空管嘛，然后一个引擎脚处理一下而已。好吧、啊，准备要开工了。好，好吧、啊，走。耶耶，今天这个要来保养了。车主有强调说，如果、啊、等一下你们检查、啊，如果那个水箱精的浓度比较不够哈、哦，记得他说要换掉。啊，我问他说。方向机，他说先暂时先不要用引擎脚，我觉得那引擎脚比较便宜，我们就先换个引擎脚，才不会那么抖一点。真空管那个直接换掉好了啦，来不及问了，直接先换掉，因为我觉得换掉会比较好啦。啊，顺便你要检查，如果什么突发状况再跟我讲，我再赶快跟客人再联络一下。假设你在换水箱的时候发现水箱破了，你不可能把它煮起来就装上去吧？那现在先刷，刚哇哇掉，是，赶快先处理好，不然没办法叫车哈。对啊 ，Go 走、啊。水箱精要怎么看浓度够不够？没可能。觉得水换一换了，应该是啊，应该不够了。再，哎，酒精浓度不够高，酒精浓度不够，你要不要吹一下？吹一下，我习惯是啊，跪着吹哈。好，主角要上来，有秀、啊。有啊，哇哦，这个舒服了，先保养吧。先保养，对。好吧，先把这一块下护板拆掉吧。发现新天地了，他前脚也裂了呢，怎么这一次比上一次还惨？这台到底有没有在开啊？没有啊。那、怎么这一次跟上一次差很多呢？那么多、啊，而且后面这一个，你看这个，这个都有啊、嗯。之前好像没有这样子吧？有啦，之前有这么油、喔？蛮油，可是他说先不弄。那方向机不弄，那泡泡碰补那一个嘞？他那个管子要弄啊。跟上一台一样，它的油芯的油都会滴到整个排气管都是，从那边直接流下来。对啊。好，够了，等一下发了它就会到上限，发动油芯就会把油吸进去，对啊。对。看里面卡了多少东西，这时候把它清干净、这个有得玩了。哦哟。真的只有脏啊，这里面有够脏的，里面蛮脏的啊，我从外面看就知道。要修哦，这只能出绝招啊。哦，修螺丝哦。让它去里面磨啊，让它去里面洗、啊，用碰撞的，不然那个油的角度洗不到、啊。好浓、哦，变奶昔啊。哇塞，真的蛮脏的，蛮脏的，而且都是血血。而且我跟你讲，那就是把墙壁上的弄下来了、啊。问题你看，来，但是底还是底部干净的，现在是旁边洗不到了、哦，这个要、那個、对啊，这个要洗干净，不如换一个就好了，就只能尽力。
开关这一颗多少钱？开关1300，引擎脚比较便宜，开关蛮贵的。好，现在要换引擎脚，引擎脚要换是把这一根整个拆下来，这一根整个要拆下来才有办法换，因为它螺丝锁上面，它从这边锁下来。就是这样，前脚后脚。哦，就是把这一整颗整个换掉。对啊，新的。新的就是这样。嗯，中间都不见了。没有啊，中间都是薄膜，那没有。对啊。重点是后面这个裂啦，有没有？对啊，这个裂。这里后面。啊，这个后面就是整个已经裂光了，对。这样就可以把这个放下来。好，先发动，然后排档录一录，还能锁这个螺丝。不然你现在没有对啊，你直接锁紧有没有？车就会比较麻烦。这就是放机油嘛，对，所以等一下要帮他补。对，现在是赶快把它装回去。坏的，断掉了。很好啊，没有想象中那么脏啊，看起来很脏，但是没有想象中那么脏，有没有？没关系啊，就这一桶洗满，但是泡泡要跑出来了，很奇怪的泡泡，正常应该不会有泡泡。口吐白沫，口吐白沫。我把这个泡泡弄出来。想要看你一眼一瞬间。哎呦，泡泡不对啊，泡泡对啊，为什么会有泡泡？正常应该要像这样的，有没有？这样就是正常的。快了，快了，快满了，现在的水都干净了，再远一点，远一点哦。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。先把水加满。好了，透明了啦，透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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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太棒了。而且干净多了。嗯，好，先把水倒，把里面的水弄光。这自来水啊，你要加纯水。好了，还没啦，还没。先看一下啊，因为这个管子空空的、啊。等一下拍起来看，等一下，先等它冷一下。不然我们会有生命危险。少那么一点点。好，继续。那通常我们会摸下水管嘛，传统的就是先摸下水管，下水管热了就代表水循环已经有过来了。上水管会先热，然后再来下水管，再来下水，散热完之后，出水口是从上水管出来，然后从下水管进去，进去引擎那边。所以只要两条都热，基本上里面就没有什么空气，水柜也有开了，那就等风扇转完正常降温，这样就可以降温个2次，让它空气再排一排，然后再等它冷，做补水的动作。传统的方式大概是这样。你要不要先试一下？我们换完引擎脚了，差好多、哦。真的吗？原本蛮抖的。是哦、喔，对啊。因为我不知道原本是怎么样，没关系，我们可以在里面试一下啊，看一下它抖的幅度到底有没有改善。因为我不知道它原本是什么样子。我们现在打 P 档，有差很多吗？差蛮多的。问你比较准 ，R 档、N 档，原本 P 档就会抖。你打到 E 档看看。为什么要打 E 档？打到 E 档跟 D 档一样啊。现在 D 档啊。有啦，有差啦，原本很抖。原本会有那个嘚嘚嘚嘚嘚嘚那种声音，原本已经震到会有嘚嘚嘚嘚的声音了，会哦，这么严重，
算转了，转了转了，转了要看是热风还是冷风，热风就表示都大循环，那就等一下再让它转一次就可以了。热的，好了，那等一下我们等一下就可以先锁底板，顺便看一下下面保养的有没有漏油，那些有的没的。哦，自由螺丝没有漏，什么？干净的，上面油芯也没有漏。那个要，哎，那个要稍微清一下。你要再看它有没有漏，刚装完忘记清了，接下来就是要锁这个很难锁的底板了。那现在热车低于下线了，有没有？我们刚漏的。好，我们现在来补，把它补到上线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好了。下面那个也没有漏了，我刚用手摸的，那基本上我现在可以把它熄火了，这样就比较快。然后等它冷，最后补水，好，完工了。耶！操，跳起来，然后噔，好，我回来了，回来现场处理好了。我看一下，应该机油换的嘛，对不对？其实换水的时间最久，水换了好几次。哎，我修修不上。哦，热了哈，各位观众不要把它打开，会碰到自己。检查，其实检查。副水桶就够了，上线在这边，好，刚好你就是挡住，有没有？哦，这样上线变很干净，你有没有发现？对啊，有洗过啊，今天有洗过啊，开关也换了嘛，换了。好了，这样就处理好了，就几杯瓦量啊，两个雨刷我可能就拆下我自己喷一喷，啊，里外清洁做一做，这两根就有点。有没有好拉扯啦，拉扯这两支啊，白白啊，哇！但是不会生锈啦，可是就是看起来白白啊，那个喷啊，哦哦的吧。刚刚检查应该都没什么状况吧？变速箱有一些渗油，难免的捞啊、欸。对啊，像我放酒球啊不啊不。好、啊，之后就交车。パフディの最もプロフェッショナルなスプレー缶製品、力巨人、あなたの車を守る。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ています。耶、yeah, ，好，看到我，好，这是被人忽略的广告。要讲这个哈，旧式的排量头，以前你看那种手排车、自排车，你有看过那旁边锁一个架子，有没有穿啊？你知道吗？锁起来，啊，这样固定的。可是那个有个坏处，到时候再讲，先跳过。你要带大家看一下哈，这个东西。刚刚不是讲了旧式的排量头锁在这边，它会破坏车体，这边地毯要割一个洞下去，锁两个螺丝上来一个座，一个是按那几个座，按那插的去，咔卡住就不能打了，那是旧式的。啊，时代变迁，你也知道啊。为了美观，来，多吉五 Z， 这是旧式的排量头。可它有个坏处，有时候你不小心，哈、哦，你看哦，锁住了，锁住之后，你看没办法入档，它就卡住了。你一定要用钥匙才可以把它打开。你看，打开，哦、打开之后，你看才可以入档。转到锁起来吗？对，好、哦，很多我的客人曾经遇过，隔壁我怎么锁住了，打不开，因为小朋友在车上乱转转到了，他、哦、没有这个，这个是旧款的。厂商有提供新款的，我先让你看钥匙啊，钥匙应该长得是差不多一样了，可是实际上差很多。新款的有个好处，用手去转或者这样误触，它就不会自己锁住的，就是一定要用钥匙把它锁住跟打开。光说不练没有用，台山把你的秘密武器拿出来吧。是秘密武器，秘密武器。你拉到我那一根了。这个就是模拟的，哎、欸，你看厂商很有诚意，买一个模型的给你们，你看这样打。欸、不能动，不能动了，你帮我锁住了。好了，台山，我把它打开让你看。其实原理很简单了，来，把国王布拿掉了。国王布，原来这条是国王布，是不是？噔噔噔，哎、欸，你看，这样锁住了，你看，有没有？其实这么简单，就这样啊，你看哦，走，有没有？那个、啊，哎、欸，有看到？嗯，有没有？就这样卡住，有没有？这样就可以动了，有没有？这样就可以打了，有没有？嗯，现在是没有锁住，好、哦，新款的。就是这样，开锁解锁一定要用钥匙。现在是直接可以打嘛，对不对？你看，好、哦，按了就打、嗯，这样就锁住，这样锁住，锁住，咔一声，对，就不能打了，对吧？再转一下就开了。哇，我来看看它，赞吧？重点是，哎、欸，这个是 NITA 的，科比点讲的，要积极台湾的民间，台湾开路战，有没有？锁住，开，蛮好玩的，一玩就上手了。也真是台湾制造的。哦，这应该各大经销商或者是各大车厂应该都可以安装了。嗯，主要是台湾这座名维修什么会比较方便。哦，这保固我来讲，保固3到4年，10万到12万公里，我就觉得这个会坏吗？我觉得蛮神奇的。这个机械的东西其实也不会坏。这个之前有什么推出那种遥控器的，可是遥控器我觉得哈 ，Apple 天，骑了可以冲速很炫，可是万一车子没电，遥控器没电就锁住自己了。假设你在山上好了，没有电架可以买遥控器的电池也是麻烦。厂商说他们家会推出。
最新的可能用指纹，指纹应该放在这里吧？我不晓得的。哎、欸、呦，这样很炫的，像刚刚更发动那种感觉。最新的可是那个应该可以等待，可是我是老屁股，我们相信这个机械的。啊，钥匙又有三支，三把钥匙。假设好了啦，你一把，我一把，一把我们就藏在车上某个地方，我们知道就好了，藏起来。万一忘记带也是有，因为它有三把。啊，再来就是它附一个这个 LED 的灯。有这一把应该给，假设就给你朋友或老婆用，嗯，因为他们比较不会走动，男生会比较会走动。你知道为什么女生会劈腿？为什么？因为心动，你知道吗？男生为什么会劈腿？因为心动。我还有个重点呢，哎，绿巨人很大方，他送一组让你们去安装，给你们去留言抽奖送一组。好，这一组他会到府安装，哇，够诚意了吧？你快猜题我，等一下，猜一猜哈，只要是留言的就会抽一个，好，他会到府安装，赞吧？有兴趣的可以去虾皮搜寻绿巨人，还有一个科比的优惠码，好，记得来玩的产品的点赞，蛮好玩的啊，不然我们去做一个好了。对啊，我还是相信机械的东西，故障几率比较低，就好像手排的变速箱跟自排的变速箱，其实自排的换挡更快了，可是还是相信我们自己的左脚，不然我们的左脚都废了。对啊，好耶，好 ，OK， 赞，好，记得啊，留言才可以抽奖哦，你不留言，我要去留言了，走走走。力巨人，あなたの車を守る。你看。开车都搞我，每次在坐的时候都不拿出来啊！要交车的时候啊，这个没装到，还好这个我还会啊！正帕斯啊，赞助我们的仙草公益车点火圈圈，很有心哎、欸，每台都赞助一下。点火圈圈挖了几的赞啊，对不对？更顺。他标榜就是一年保固，终身服务。其实他敢一年保固，你们不上门哇？一二三四四只，哦哦，正帕斯。泰山地有刀，我不好意思跟他要了。没有，你要那个丢，不好意思要，没关系，钱你可以用买的。啊，对啊。你看，他有写字耶。对对对，致公益者，谢谢您的古道热肠，愿一切顺利平安，家庭幸福，圣帕斯。那、啊、你要不要来讲一下？古道热肠，干！你看，你让我，你看啊，你在想什么？一紧张我都掉了。这个哈、啊，这个轻轻的就好了。管哦，这个会断掉。其实改装的东西很奇怪哈、都喜欢很鲜艳的颜色，那、okay. 一看就知道哦，这个换过啊，我今天去交车了，交去给客人，保护一年就过一天坏掉了，你可以换回原厂，应该是不会那么快坏掉了。对。再次感谢一下圣帕斯，我们都有打他的广告嘛，他也很热心。你看，我们公益车一台，他就一台。如果有需要的话，可以多多支持好的产品，耶、yeah ！力巨人，あなたの車を守る。パフディの最もプロフェッショナルなスプレー缶製品。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ています。耶、yeah, ，今天下雨哎，会不会钱关处理要出去了？今天看起来是不会，已经下很久了，大概一个月没有看过太阳。不晓得吗？太阳还在放年假。我不晓得，你有跟他联络是？哎，他没来啊，我没上班啊。我们要去邮局吗？对，单子你有拿哦？就是单子都写好了，小帮手写，这样就不会被嫌字太丑。如果字还嫌丑，没有小帮手就要换了。这次捐的是肌萎缩症病友协会，还、有两张啦，为了作业方便，我们把它分成两笔捐出去。然后一张是新车主的。对，好了，现在一关了哈。我今天准备了一个大大的红包。它、是总数是捐多少？62,600块。啊，不是这个吗？后来因为它有一些维修啦，小我跟小智讨论到，没关系，那我从里面就扣起来。一样是做爱心。对对对对对。也是厚厚的一叠啦，分成两笔。走啊，去抽号码牌的。耶、yeah ！好，这次分两张，把它金额弄成个人一人一半。哎、欸，刚你们第一次问我说啊，这是最大一笔，我说没有，最大笔有十几万的。我是直接跟他讲，因为我们的把车嘛，我们你也知道，我们做公益嘛，它标出去金额大小，我们觉得都 OK。他觉得哇，好大方，我说没有，这是大家热心。下次如果你想参与的话，就是有公益车，赶快来标。哎、欸，第一次捐钱都好哎嘞，可是下了大雨，没办法浇熄我们的热情，圆满落幕了哈。再次谢谢那个车主啊，罗小姐，我们期待再下一台了。下一台是什么车？到时候再跟你们说，先让你们期待一下。喜欢记得帮我订阅、分享、开小铃铛哦。啊，会员频道订起来，这样我们才可以越做越多。拜拜喽，拜拜耶。你开始研究那台车了吗？刚回来。
正常的、啊，男生对那个都有兴趣。对、啊。新婚礼。热腾腾的。没有啦，去年的啦。我想说今天考了才拿出来。没有啦、欸。我有遇过我的客人，他现在才报名已经买车了。那时候我也很想，可是那时候我自己也很害怕，开车很可怕。会啦，苗栗算还好啦，听他们车没有台北多啊。那可是就是你在开在路上就很可怕、啊，而且随时阿妈就要蹦出来的那一种。你骑机车也会，他们不会打方向灯的，像阿妈还会走过来骂你说不会看路啊。你是谁不会看路？